大家好，我是小伟，咱们看看这是啥，这是我们的乔帮主乔娃子啊。以前在深圳他的那个工作就是干嘛呢，叫你猜一猜，就是那个卖酒的。看看红酒啊，这个如果说我们的美女们有跟乔娃子一样啊，喜欢喝这个红酒的，可以找乔娃子。本来乔娃子平时不怎么喝这个，他说这个东西喝了，他说红酒会美容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。这个是给自己专门说跟我划了一件回来，好酒啊，两个人没事的时候醒醒酒，碰碰杯，感情更深一筹。你们俩也偷海酒啊？有啊，我们人家海酒啊。我们人是不是跟那边抓长多？我们俩过来抓的。挨到嘴。这是自家的。该拿，该你们拿个，都拿点也行。我在屋头都没折过，没折过。当时我们拿第一次折黑，咦呀，那你在我那点还辛苦的，没辛苦，真的没折过。那种生活是一般人体验不到的，我跟你讲啊。啊，在你们屋里呢？哎，在你屋里呢，我么子都体验到了。体验到了是吧？对。到那都叫人生的生活，晓得吧？小乔，你看身后，看身后，这个辣椒。没有，那叫好辣耶。这个辣椒就是小米辣，有好辣哟，是朝天椒。哎，你看，其实这辣椒真的长得好好哦，反正。是啊，对。家人们有没有谁想来体验生活哈？来我们农村的秋收时节，最后一波辣椒。来你一圈，来巴东，跟着我和嫂子走。然后什么？幸福在向我们招手。对对对，跟着小乔的步伐走，幸福之手，幸福之路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要走赢了。你们是看不到我，说真的，你们的，哈哈。跟着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什么，心情都是甜如蜜啊！哎呀妈呀，你这一天到晚都是那个来的啊！这撒狗粮搞得我都不好意思。你讲啊，嗯，其实说句真心话，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这样每天过的生活，当你现在觉得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苦，有点累。等到过了以后，你慢慢的回想起这种就是淳朴简单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，知道不？
也没说多累，就是一天事情很繁琐，早上早上弄了到现在才吃早饭。累也没说多累，就是太多事了，每天几乎没停，你没觉得吗？知道你连去看个医生都没空。明天，先把那些农产品全部给它弄好了，明天这个就结束了，就不卖了。反正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你这个那个，跟着伟哥的脚步走，幸福之门再招手。你又在干嘛？你又在给我洗脑？你看这个，这么好个浪，这里就有点问题。精挑细选在家人们手中，希望家人们吃得开心啊。哎，我不要凳子，我不好好吃去。姐妹们，我怕两根药打包打半天了。啊，还有垃圾堆呀，把它掀起来。摸得起来，嫂子。走，给你们的这个单子先，我们给它搞起，搞起来就行。搞起来就行。拿下一下这个单子嘛。来呀。还有什么？这个是那个。别那弄走就行，别给它不搞了。把全部弄走，你把这洗可以了啊。这个跟不是今天一袋吗？总共放的全部单子，你给你看看，你全部在这儿了。那个是今天的啊。嗯，那是往那里。那是昨天的，把它封了一点。好，把那几袋弄起就行了。这个辣椒哇，还好，很好哎。这个辣椒很好。那个是这个跟单子还是比较辣。我们不辣，我们只是搞海椒。我只跟你说他的。这个辣椒还是蛮好味的，好好哦。这是这里，哎呦，这半边。超人。就说这几天你过来，天天跟我装农产品打包。今天我们把它忙完了，结束了，我就还是带你到利川去转一转。嗯，你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不需要，我什么都有啊。不需要，我什么都有。去把医生看一下呢，休息一段时间呢，就，哎，我啥都有，不需要。哎呀，这个辣椒真的是你，哎，你看这个辣椒，那个不要了，本来好好的，这起了一点角。可能不好的就留下来。对呀、啊，留下来